完了，芯片水也多了，躲掉了这个走位，猫在那边掩护。哎，种花了，买了，但是符还是吃到。老陆这边顶着一个土著王冠，暗影之镜的伤害打出来，冰龙在上面给出个摸吧，我先跑，要反打，没事。冰龙先死啊！我猫这边好像还有一些想法，捆一下老陈。火猫刚想走那个树林探一下上面有没有眼，但是他想多了呀，都人家宠物跟着你的呀。然后这边远程打上去，快诅咒诅咒王冠给一下。哎，猫还是抓着锤，但是是有魔法盾的，队友过来救兽好像打不出什么伤害啊，这边反而是草鹿踢下来完成收割，美杜莎拿到人头，很稳了这美杜莎，但是当时很稳，冰龙又来了，冰龙跟着土的话，这个大招交上来，美杜莎擦着边过来的，这边好像对这个美杜莎有想法，发现准备连住了，有吹风。这边是有魔晶的话，下来以后大招直接给到以魔晶手大招兽过来跳锤，这美杜莎蓝已经被打空了，推推救一下啊，直接被活活打死。现在冲过来，我拍这个冰团也是三巴掌，只能尽力给出一个赠物，这边要被各个击破了，双 monster kill， 两个要免了呀。感觉这把他们阵容上是真的就是打出了他们阵容想要结果，但是执行上和各种失误上全都被对手找到了机会，只能说就真的是实力上差一些，排在小组末尾不是没有原因的呀，宇宙也是无人可挡了，他们这三大哥看到这个火猫就觉得很喜剧啊逛街，感觉就是来旅游的。第二时间赶到上场，没有选择跳上去。火猫还在往前冲，想留人，留住了一个酱油。锁住在各位老陈，先锤过来。老陈还有一个极寒之幽，这边大招大的是一个 VS， 冰封速度非常高 ，VS 直接死掉。哎，没死，这边一个大招摇过去 ，VS 还是被收掉。美杜莎这边也救不到人。看着这边别跳锤，我还是直接阵亡，剩下一个美杜莎，魔晶晕住，恐惧给上，这美杜莎孤立无援，被迫开启一个 BKB， 那应该是可以跑成功。这边又留到一个老陆，老陆自己吹一下，还是跑不掉。这个美杜莎这么过分吗？美杜莎一个人在高地上面守着，强行换掉了这个小仙女自己开的大招，但是自己的状态其实很差了，这边对面不当人了，就在你高地，万一有人把他反手，他可能人就很稳。 Regeneration冰龙这边大多 VS 那要活活被 A 死了，一个石头跟过来晕住，两个冲过来，再加上恐惧的一套 combo 下来，瞬间三人倒地，只剩下一个火猫，这是没有防御塔的。这上路线带过来，中路回防 Taps 来不来得及啊？上高了，我有莲花不怕你换，没掉了一个远程兵，哎呦，哎，这个火猫应该是要直接死了，他这个海豹图腾推反了，血的我只能说，他是自己推反了，冲回去了。这一幕不是第一次见了啊，不笑他了，这边找到一个冰龙，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孤立无援，上去说奶一下，冰龙交了一个大招。他能脱离掉，而且反过来输出老路，反而是被他给打死了。这边谜团也阵亡，所有人都死掉以后只是……你的输出是完全不够的。而且这个谜团和老路的双推进其实也没有打出来过。还没推过，还没推打。小心，这是错误了。看到的是一个兽，技能往兽脸上砸，个兽根本不虚你啊！冲过来找到 BS，BS 是直接阵亡。这边出风，哎，恐惧是
没接到，但是锤给了上来，冰龙在远处疯狂输出，老陆在前方救一下自己。VS 给一个换，老陆这边好像还是很难走的样子呀，依然被冲死。这 VS 残血在树林里面找到超神，吉吉。瞧，后面是恭喜 NOS 1-0啊，暂时领先 NOS Victory 10-50。